放到那儿，然后又不同了。拉萨寺有名的日光寺，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，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。 怎么弄的？外国人怎么讲学生呢？听说过美国的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。 好事了，为了一条动物的生命，大人也能懂吗？有的时候摸摸小狗，它就抱摸抱摸，咬你咬你，就砍伐就像在狗尾前。我老汉在矿泉水，就不喜欢这的，没那个。 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就是手里头有点钱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猴子的大概的含义就是这样的。<笑>这就是我讲述怀孕的时候，就像这个门呀，当时在产院里就是讲传婚的审查的时候，他不叫我进，我就是哐当就把门给踹开。我亲眼看到，好像的就是讲这个闺女出事。我当时就是讲她出来过后，我第一眼看到是一个女孩，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就是凉了。 将近有两分钟，人家，哎，跟两个女孩，她就摸抱，好像似乎就像这种心态，就像很压抑的。想想看，人家都有损的，我这跟人家没损的，对吧？这个确实没办法。这现在的小孩子，你有。
将近一半的小孩子都是留守子女，就从我们经常帮助和接他的留守子女，父母不在家，父母不在家都跟个爹爹奶奶，有些个别有孩子还自己烧自己吃。国外啊，像这一点呢，可能都不理解。以前的一家子，像我们子民们都是四个五个，现在呢，最多不过两个吧。好好学习，这边是天天向上。这是谁讲的？毛泽东，毛主席讲的。As a Chinese people, I think, we should learn some, good things, some things, our country don't have. 然后 ，It's my dream. But I don't think it will come true.